各位童心，那我们继续来上课哈。好、呃，继续用我们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杨老师哈。谢谢。等一下都别加班啊哈，卡琳来嘞，所以很快哈要吃饭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刚是不是讲到我们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那那个是一九四五年的了。 但是，一九四一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让台湾人历史混乱的事情。那时候，什么？美日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打。如果你现在在打仗，你会怎样？跑？躲？还有心情去管说？我现在已经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吗？这就是台湾人历史记忆混乱的时候。 一九四五年的时候颁布，一九四一年的时候就在打仗了。那一九四一年，呃一九四五年的四月一号颁布，然后九月二号的时候，日本就投降了，这样才几个月，是不是龟龟为娘？ 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但是成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已经是事实。可是对于本土台湾人的历史记忆来说，他觉得很短暂，而且够不尴尬。可是事实就是事实。那当时的麦克阿瑟，同盟国盟军最高统帅，他颁布一般命令第一号，他说：“我决定要将日本帝国四分五裂，五马分尸。” 因为尴尬偷袭我的珍珠港，In my g a m 那他日本四分五裂怎么分？北方四岛由当时的俄罗斯占管，韩国独岛，日本本岛由现在的日本政府，琉球联合国托管，台湾跟澎湖呢，就交给蒋介石集团代理占领。所以为什么是蒋介石？ 因为美国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想讲哈、哦，华人或许会善待华人，语言比较能沟通嘛。那所以蒋介石占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交战国占领日。我刚刚一直有强调台湾的文化哈、哦，在日治时期五十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有很武士精神？ 全岛的初级教育文化水准素养是不是很好？可是，在十月二十五交战国，就是蒋介石集团来台湾之前，有两个月台湾没有政府哦。请问没有政府，台湾会发生什么事情？没事吗？要不要抢劫全脸？要不要抢劫 Seven？啊，然后呢？五吧？无<有>。两个月的时间。 很平静，台湾人的素养已经可以成立自卫队，自己管理自己，不需要政府。这样素养高不高？可是你们知道，我们刚刚是是说中国落后台湾多久？还一百年吗？那这样落后的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来到台湾的时候，你知道那些兵诶、欸，他们的素养在哪里？台湾呢？ 已经都有世界第三大的水库咯。然后呢，他们的兵来到台湾，他们就去杂货店买了一个水龙头，然后墙壁咧挖一个洞，水龙头插进去，被准水啦。啊，无水吼，一、哦、个去搞杂货店的老板妹，哎，你那妹我这名间是假的，安、啊、你有看不？他们的文化素养就是这么差。 他们连水龙头的水怎么出来的都不知道。我们被这样子的人控管统治。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说：“哇，台湾波斗了，加厉害、欸，而且六百万的人口不多，够救钱耶，一年三收，物产丰饶。”极尽所能的挖、偷、抢，公然抢夺。为什么？因为中华民国当时需要钱。 中华民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共产党，当时自己的国家在国共内战，那他被美国派领带领占领台湾，发现台湾这么有钱，当然所有的物资，他狂印他的所谓的没有用的新台币，然后买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部都运去。 中国大陆资助他的国共内战，所以一刚刚台湾之后来啊，一来到台湾他就想要占领台湾，集体强迫将台湾的人民规划为中华民国的国籍，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占领本来就不得已专主权，而且你也要让当地的人民有两年的思考期，完全没有做到，所做的事情都是违法，所以大家现在拿的那个。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是违法的，所以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我们会发生什么？二二八屠杀事件，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刚刚是不是讲我们历史的悲剧？我说我来到台湾民政府是被逼的嘛，所以为什么年轻人是政治能干？ 我对政治啊没有太多的狂热的感觉，可是来到台湾民政府了解二二八之后，以前读的历史课本二二八轻描淡写，是不是？就带过，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讲，它只是一个历史事件，可是对本土台湾人来讲，它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刚刚讲的陈陈波，他从车站出来，手就这样子被绑着，然后铁丝就从手掌穿过去。 然后被压在地上，然后砰，当场在车站的门口就枪决了。有原因吗？没有。有理由吗？没有。这叫屠杀啊！我们当时日治时期做了很多的建设，我们是不是有医生、律师、老师、博士、硕士，很多的艺术家，两万到三万人，他可以组成一个什么坚强的内阁议会？ 他可以组成一个很进步的台湾的政府。他发现你中华民国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台湾人？不可以，你违法。当他发现要抗争的时候，那时候呢，直接屠杀，就发生了二霸的屠杀事件。他将你这些精英全部屠杀完之后，然后呢，大家历史上所知道的白色恐怖戒严时期。 我把你这些有能力的人全部杀光光之后，知道的人，我再用历史上最强的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来把你们洗脑，让你们不知道台湾真正的地位，不知道你本土台湾人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无故哦，足以让你们现在不知道什么台湾真正的地位了吧？让你相信中华民国就是真正的。 你们的国家吗？是不是？这就是他在侵蚀我们历史的记忆。不可吧？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都会很难过。以前都没有感觉，现在会觉得你自己也是本土台湾人。原来我们曾经可以台湾人人可以过得更好的生活，是这样子被磨灭的。 但是，美国也想不到，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号，我刚刚讲到的国共内战，中华民国于国共内战的时候战败了，他被中华民国的共产党赶出了他的首都南京。当他被赶出他首都南京的时候，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土。这一刻，中华民国就成为了流亡政府。 这就是流亡政府的由来，所以当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国土，他要去哪里？伊贝基代。那时候美国也有问啊，可能菲律宾啊，还是哪里有没有人要收留他，开始让他流亡吗？没有一个国家要收留他，人家说好啊，我和你三个为合啊，三个为刚好伊塞他只剩下无主的台湾，我们的主是谁？ 日本，可是日本天皇战败，他自顾不暇。虽然他有义务要保护我们的人民，可是那个时期，一切就都是误会的巧合。文化都暂时留在台湾，可是美国后来也有发现，你这样子欺负台湾人，二二八事件，强迫规划台湾人成为你的国籍。 你违法了，违反了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那他也想过要让中华民国离开台湾，可是当时好死不死的发生了这件事情。一九五零年的韩战爆发，美国的立场他要反共，他要去打战争。那台湾这块土地，这一块大米仓，这块宝岛，一转对北塞。 给中国，所以他因为这样的立场，他就暂时就让中华民国留了下来。所以他们的政治利益牺牲了谁？牺牲了我们台湾人、欸，哎，是不是、欸、就扣我？哎，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签订的生效。这时候就是我朋友问我的。 合约中的第二条，不是已经讲了？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台湾澎湖的主权权利。为什么台湾恭喜日本呢？因为日本天皇没有放弃领土主权。他的意义是什么？他只放弃了台湾这一块领土的管辖权，不过他没有把这块土地土地权状谦让。 给人家差别在这里哦。你看我了解，而且他放弃主权权利，因为台湾已经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虽然他放弃了主权权利、管辖权，但是日本对台湾还有残留的主权义务。台湾还是他的小孩，就算你先寄在别人那里养，你还是要去关心他吧？行不行？ 他还有残留的主权义务對。对我们是没有国籍，那个是主权权利。这个哈逻辑会比较深，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你要去读《新台湾论》。他放弃了没有错，但是我们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因为我们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可是因为他已经放弃对台湾人的管辖权，所以台湾人是没有国籍的。这个本来法理法理之深不是这么容易理解的，可是这个论述是没有错。你们要了解，就要读《新台湾论》，它里面呢、啊、那个答案，你逻辑一定要从里面去找到，才有办法去思考。但是你只要很清楚一点，日本天皇的领土主权没有放弃。 他没有把那一个我们刚刚看到的《马关条约》的那一个土地权状迁让出去，没有指定收受国，这就是重点。但是就会有很多人说，不是有三个公报吗？开罗宣言、波斯坦公告、日本降书，不是落讲台湾甲澎湖爱幸福中国，不是有这三个公报吗？但是什么叫做？ 单方面的认知，单方面的认知就是，我举例哈，三个小孩在抢一颗球，战争嘛，大家都说这颗球是我的，大家都说这个球要还给中国，不够啊，这颗球啊，不然你拿发票嘛，发票在我的口袋，这颗球的发票在 Y 口袋里面，那请问这颗球是谁的？ 日本的嘛，是我的啦，放在我的口袋啦，是我的，就是我的。阿土的是日本的，这就是重点。三个公报在战争的时候，他们都说：“哦，你要将台湾跟澎湖还给中国，单方面的宣告。”可是，请问日本天皇有同意吗？没有。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订的时候，有签订吗？没有。都没有。 他只是说这块土地好，那就暂时我们就讲完。现在我们占的这块土地给台湾民政府使用，那这块土地是我讲师的吗？我现在在使用它，干洗袜哎，你信吗？地有地主的，所以土地权状并未割让，还、欸、有了解吗？这就是我们台湾这块土地领土主权还在日本天皇手上。 所以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以假乱真欺骗台湾六十九年，现在七十年了哈。那怎么封锁控制台湾媒体？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不广告？有没有？我下面不怕公狗，为什么不上新闻？我们有登报啦，可是那已经是争取到现在。 请问一下，台湾的治理当局是流亡政府中华民国，叫台湾治理当局。所有的媒体都在台湾治理当局的控制下，他要不要看中华民国的脸色？要吧。今天他来访问台湾民政府，访问你三分钟，他回去剪一剪，给你播一分钟，然后东剪西剪，拼拼凑凑，你打电话去给他讲，哎、欸，你 讲是不对哦，是假哦、喔，你别再别讲哦。他下架，讲会付，别付啊，已经播出去了嘛。媒体是谁控制？他要不要帮你播？那是他的权利呀、啊。前几天的财经新闻，T V B S 股权要卖掉了，有人知下吧。中国要撤资了，T V B S。 是香港来成立的，香港是中国的，也被撤资啊，被北掉啊。新闻会不会看？财经新闻会不会看？中华民国要走了，很多的讯息。台湾人有一个习惯，他们会说：“哈，我不相信呐、啊，那有禁股？唔够啊，你敢有去查禁股？我讲的都查得到啊。” 啊！你讲有去查，讲也还查，是真诶还是假的？你家己也也要看。依照历史真相，我们刚刚讲的，跟你七十年读的历史是不？是不讲是真正台湾的历史，它是不是上的很少？都跟你上中国的历史，中国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呀、啊？为什么我们要读康熙、乾隆？你不刚刚就给拐吗？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造势选举。 你们拿着他的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去投他的议员、投他的总统，你就代表你要做中华民国的人，不做台湾人，你要做一个流亡政府的人。刚贺，你要跟着他流亡哎、欸？请问他体制内的政党，民进党、国民党、台联党，这些党派是可以独立吗？全部都登记在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啊。 就是民进党啊，那他要怎么跳脱中华民国的体制？他领的也是流亡政府的薪水啊，他登记的也是中华民国的名字啊。他说要台独，有可能吗？阿扁上任之后，原本要台独，为什么变四不一没有？他才了解到原来台湾真正的历史地位是这样。为什么台湾国际地位未定论？ 不能露脸，不能公投，这都是因为台湾人真正的法理地位还没有定论，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什么？这是跳蚤的故事啦。一个跳蚤放在桌上，立竿一趴，它就会跳，而且跳蚤可以跳超过自己的身高一百倍以上哦。然后呢，我们做一个实验，你拿一个盖子把它盖着，你再拍。 它是不是会跳？撞到了玻璃，头会不会痛？会痛。但是跳蚤聪明，它跳低一点，一都被弄掉了，对不？然后你就把玻璃哦、喔、的盖子哦、喔、换很低很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然后换到快接近桌面，你再拍，它在跳是不是还是撞到？可是它是越跳越低。然后等你换到快桌面的时候，你在拍的时候，我跟你讲，一都用飞，跳蚤就用爬的。 它就不跳了。玻璃的盖子拿开的时候啊，你再拍哈，已经没有玻璃了。伊马西不爱跳，伊马西用杯，已经没有玻璃了呢。这个叫做自我设限，就跟大家一样，我们原本都是跳蚤，可以跳得很高，可是因为中华民国七十年来的教育，告诉你说你只能爬，你不要思考，你就是相信我讲的就对了。我们以为自己。 民主进步，我以为我们以为台湾是言论自由、公开的，可是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被封锁的这么可怕。为什么？大家知道北韩吗？我们在看北韩，有没有觉得北韩人很可怜？我刚刚赢就行哎，好不好？这个世界这么的进步，他们怎么可以被封锁的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请问台湾人呢？跟我靠呵，台湾人。 马就哈，没丢，我下面就哈，没？请问你们出国会去查二二八历史文件吗？大家知道二二八有影片吗？台湾可能查不到，查不到历史的影片，可是国外看得到。那请问台湾有没有被封锁？网络世界有没有被封锁？媒体有没有被封锁？这就是被有效的控制。我们不会去查真相，并不代表我们看到的就是真相。 那是因为你们不懂得怎么去查台湾真正的历史，这加上懂点，所以要认清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的现实面是什么。你要懂得去分辨，你还敢相信吗？现在看到的新闻都不是新闻，看到的书都是假的，什么才是真的？你要会判断。所以台湾的政治是什么？ 一连串的假象，很可怕。还好，我们有谁？秘书长林志深，他在二零零六年的时候，我们的林志深秘书长，他带领两百二十八名的二二八事件的受难家属去控告美国政府。他说：“我终于找到台湾的人的历史真相了。”他怎么找的？ 怎么找的？他关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然后呢，原文书从地上叠叠叠，可以跟站着的人一样高。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的原文书，他就是从这些原文书去找到台湾真正的日、苏、美战的法理地位。他知道台湾没有办法台独，可是要怎么让台湾自治？要怎么让台湾人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我们可以去挖南海的石油，然后让我们头上可以戴那个阿拉伯的帽子嘛？让台湾人可以变得很有钱？怎么做？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那块土那一块石油是属于台湾的，就可以开采了。所以他控告美国政府，你要还给台湾人一个公道。所以当时在二零零八年的时候，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People of Taiwan。台湾人没有国籍，无国际承认的政府，生活在政治炼狱。从二二八那个时候开始，陈仪流亡政府中华民国，他就有计划、有效地将本土台湾人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包括你们现在拿的那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后面上面有个透明的条码，就是所谓的辨识。 你是本土台湾人还是他们的人？乌龙栽啊，透明的。你说哦，户政跟你讲说哦，那个是要做号码啊？请问什么要做透明的？有什麼我下面我还和温栽，这都我们都不知道哎、欸。原来被骗了七十年，你在各地加工啦，是不是？被 K 不在啦哈。二零零九年的时候呢，这、就是。 首次向我们的主要战胜国美国，他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必须处理台湾的真正地位。他必须协助占领全国，必须协助被占领国成立属于他们当地的平民政府。那最后呢？他放弃抗辩权，国务院宣布放弃，代表什么？你讲的拢是真诶，我无想咩讲啊！ 我承认，那承认之后呢？搁置本案待审。为什么要搁置？你都承认你骗我们了，那为什么不把政权还给本土台湾人？这个时候，他说：“我协助你们成立属于你们本土台湾人的平民政府——台湾民政府。但是，请问，我现在将中华民国赶走的时候，你们可以接掌政权吗？” 你看我郎，不然这样我公平。当时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来接管台湾的时候，占领台湾的时候，他带了一千名的公务人员。台湾当时有六百万人民，现在台湾有多少？两千四百多万了嘛？那一比六，四比二十四，还有公吗？他们带一千人，那以台湾现在的人口比例，我让你四训练四千名公务人员。 就可以接掌政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这里上课的原因。我们需要接掌政权，需要政务官。当我们现在一月底就控告美国，哎，大家知道吧？我们一月底就要控告美国。如果我们二月底开了记者招待会，那时候震撼国际的时候，很多本土台湾人都跑来跟大家问说。 台湾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我们要怎么申办身份证？你们知不知道？会不会讲台湾的历史给他们听？会不会？会哈，爱欧了，北校爱读新台湾论哦。所以这一张身份证没有去办的，赶快去办。在一月一号的时候，它已经通全球的一百九十四个国家已经可以通行了。 我们的旅行证件在二月、三月也会下来，那个都是会震撼全球的事情。当你知道你拿着这个旅行证件，台湾民政府由美国军事单位核发的旅行证件就可以出中华民国的海关的时候，你还不相信吗？而且大家都非常的幸运，秘书长有说过，你现在这个时间进来的人，拢丁细人有烧好香，有拜拜，有包庇。 知道台湾民政府有多少的人很辛苦的将台湾民政府走到今天，可是就在我们即将要执政的今年的执政年，各位进来了，很开心，就在这不到几个月，大家就可以看到成果了。所以没有办的赶快办哦。那你们说这个，请问这是什么？奥运吧。 上面有写台湾吗？Chinese Taipei。哎、欸，这个图现在突然觉得它很好笑，有没有？但我我刚刚就喝酒。哎、欸，上面都没有台湾，但是它代表了台湾参加了多少的奥运？我们眼睛都是明明都是睁开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关心过，为什么？不 明明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的，可是没有人去关心说为什么它上面没有台湾呐、啊？中华民国跟台湾不是等号，没有人去关心过这个问题。那现在中华民国做了什么？裁军、行政院废止案、平潭岛、国共和解了，有 Google 吗？裁军。 裁军第三波了。一个正常的国家需不需要国防？哎，吧。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要有兵吧。可是呢，裁军它一直裁一直裁，为什么？因为流亡政府在国际间有规定，流亡政府呢，你不可以拥有超过自卫队十二万人以上。 你在国际间就会被视为恐怖组织，所以美国刚刚讲，我要多立荷兰话很啊，你要裁军啊，你不可以再征兵了，你要将你的国军裁到村三百万人，符合自卫队的要求，你为你被造啊，这才是真正的目的，这才是真正的新闻。 干一下看，这个都上网都 Google 得到，可是你有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解读它真正的用意跟含义？你看，正常的国家为什么都要裁？干无钱，每天都在挖路，那我不钱？国民党党产有多多，对吧？然后呢，行政院废止案，你就打。 他就啪出来，啪出来，而且还不是废纸一两条哦。那请问，一个正常的国家，废纸这么多的条例要做什么？因为他没有用到啦，他要离开啦，他要去哪里？金门、马祖跟平坦地方很小，相对的，跟着他的人应该也不多，他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的行政条例。 哦，oh, 不行啊！美国都有要求啊！你要走，你当然是要叫政权转移啊！你必须得做撤离的工作准备啊！但是呢，都秘密进行啊！他有新闻，你看新闻有哪一条新闻说我现在正在废止行政条例？没有哎、欸。另外、欸，一个去一个媒体如果他是公开、公平、公正的话，他如果没有被控制的话，为什么一个国家真正的新闻他都不报？然后你。 随便点一个进去，就是废纸，废纸案。那平潭岛呢？这个新闻大家应该有看过。想要复制台湾，为什么？台湾哦，住了七十年，习惯了嘛。那我现在要撤退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复制台湾，没办法、啊，还台湾列财。这个新闻哈、哦，我爸爸他是一个算政治狂热的，然后他。 刚开始他也就是不太相信台湾民政府，可是这个新闻在报的时候，我就问他说：“爸，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为什么啊？台湾人啊，现在新闻在讲，为什么台湾人他可以去中国当兵啊？平潭是中国的嘛？台湾人可以去那里当官呢、欸？请问为什么台湾人可以去到中国当官？不是不同的国籍的吧？” 然后也不是同个地方，为什么？你知道我爸怎么回答我吗？我爸跟我讲说：“挖改了一妈妈不在。因为不在啊。”终于我问到他哑口无言了，不会跟我变了。你跟他也想不通为什么可以。所以在看新闻的时候，你不刚刚就给拐吗？还讲说宋楚瑜马不给，为什么？ 这个是平坦呢、欸、的计划蓝图，盖台湾有没有这么漂亮？不吧，盖自己的家乡就是耶。平坦是一个小渔村，盖自己的家乡啊，打打啊，十年建设，二十年建设，慢慢来啦。啊，盖台湾是这样，反正没钱就挖挖路嘛，然后盖自己的家乡拿命盖，两三年的时间呐、啊。 风力发电，台湾用核能，然后那边什么都用好的，吃的好，穿的好，用的好，然后拿谁的钱？台湾人的纳税钱呢、欸？去盖他们自己要撤退的家乡。那你说，我们台湾六十九年来，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什么意思？太阳花学运知道吗？ 福茂、埃 f a 什么叫国共和解？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到国共内战？中华民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共产党的国共内战？那现在呢，要撤退嘛？美国总是要让中华民国有个地方可以去。但是当中华民国要撤退到中国的时候，他们要不要做个国共和解？自家兄弟要不要签个合约？签什么？e 埃 f a 福茂。 你知道我们这些学生的学运啊，有多么的可怜吗？你看，还被冲倒在地上哇！请问那些学生，有多少人看过服贸的条例？我们上一期的初级班就有一个太阳花学运的学生来上课，我问他你有没有看过条例？刚没有。我说那你去抗议什么、啊？是不是？你去抗议什么？ 麦克法跟福茂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台湾两个字，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在抗议的时候，可能人家马英九也在笑啊。那你们，哦、呃，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我签我自己自家兄弟的国共和解。所以我们在抗议有没有很冤呐？不就枉用了吧？而且他们也真的都没有看过条例。 然后无谓的不知道在抗议什么，可是真的要为本土台湾人争取的时候，你还在怀疑，有很多证据给你看，可是还看不懂，那该看的没有看呐、啊。所以你知道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他能够真的保护保护台湾人吗？越南暴动的时候呢，他只能做什么？发一个帖子，我是台湾人，安内都被人跟你怕吗？ 没有用啊，因为流亡政府在国际间，他没有任何的说话的权利，是不是？迷失的台湾现在怎么了？大家还清楚，脑袋还清楚吗？有时候我都跟我妈讲，我刚刚头脑中不是很清楚呢。可是我妈妈啦，我姐姐，我家里的人都有来上课。 来上课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这就是一个使命呐、啊，使命感，因为你有机会，今天有一个机会可以为本土台湾人做事。我们要怎么样去把重要的史观去导正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一直在讲，现在新闻不是都有看到各文哲、各批，很多的东西，他有看新台湾论啊。那我们的。 柯批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很大快人心？有。那以后我们台湾民政府也跟他一样，好不好？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不畏强权，不要官商勾结？我那时候都跟我家里的人讲说，我觉得啊，我没有想过说一辈子啊，人的一辈子，你有一个机会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一点有意义、有贡献的事情，你想象得到吗？ 通常觉得应该不会轮到我们身上嘛，那个可能是慈善家要做的，可是革命家就是慈善家。今天呢、啊，我们台湾民政府他给大家一个机会，你有这个机会团结起来，然后可以为本土台湾人做一点点有意义、有贡献的事情。以后四千名的公务人员，你们即将历史留名，有没有觉得子子孙孙后代子子孙孙也在看这条列名就有意义耶、欸？ 这是我现在觉得哦，原来那个才是一个使命。然后将来呢，执政的时候，你可以像柯文哲一样。今天呢、啊，我觉得那个人孔盖啊，马路上不是很很多人孔盖，可能人家骑摩托车的、宝宝豆的这种哎，我们可不可以学日本一样，把它都移到人行道上，安全可以吗？你可不可以哦？那个清境啊，每次都吐石榴，已经过度的开发了。 你能不能用政策去改变？说我们不要在官商勾结那边，你好好的去规划水土保持。你可以去做到这些事情，因为台湾民政府给大家一个机会，所以你要改变你的观念，还有你的行动，一定绝对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台湾真正的历史。我刚刚从头到尾讲的，大家是不是好像学了七十年那么听鬼？可是。 你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台湾真正的历史，而且就在今年而已。曼当瓦固呢？乌弄丁西朗乌修哄休，加五今天的这个事情，你都和以讲啊，对不？他如果不讲，伊都闭看啊。你都和以讲啊，你和以讲，温做温呢，对不？ 而且当时到时候是军事政权的转移，是美国跟中华民国转接政权，然后再由美国转接由台湾民政府，所以不会有战争，所以可以放心。而且中国也没有立场，刚刚是不是讲得很清楚？他说有土地权状吗？你拿证据来啊！一切你现在是民主文明的社会，我们就是讲求法理嘛。 讲求证据，所以善没有理由战胜不了恶啊！只要天使们能向黑手党团结起来，黑手党我们总觉得恶人都靠搞啊，黑社会是不是靠搞？可是天使们只要能够组织，你有组织，我们现在是不是有那个议员？我们有很多的职位单位，只要大家好好认真。 赶快过五关，然后团结起来，很快今年就可以看到成果了。所以善没有理由战胜不了恶，只要我们能够像黑手党这样子组织起来，所以可以团结吗？以后会不会跟人家讲台湾民政府是什么？会啦齁，哈、欸、，A 啦。要知道台湾真正的历史，好不好？好，今天的课到这里，谢谢大家。 各位童星啊，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杨挺轩杨老师哈。啊，这边有事情宣布哈，等一下十二点四十分啊，十二点四十分到前面一楼大门口拍团体照。好，十二点四十分到前面一楼大门口拍团体照。啊，还有个人识别证还没拍的哈，一点一点拍个人的识别证。好，一点拍个人的识别证，十二点四十分拍团体照哈。 啊，中那个中间教室还在上课哈，所以不要从中间教室进去啊，从外面绕过去餐厅用餐。好，从外面绕过去餐厅用餐，谢谢。